2021年，刘松仁曾被影到手持拐杖行路，手震兼口齿不清，传出中风消息，后虽证实误传，但他深居简出甚少露面。近日刘松仁为爱犬庆生罕贴近照，心形生日蛋糕插上十字，以及丁丁个样嘅插牌，松哥抱住爱犬笑得非常灿烂，亦相当潇洒。但相对去年丁丁生日，松哥明显消瘦唔少，而且满头白发相当显老，网友纷纷表示关心。